玛丽，有一件代志，我一定要让你知影。这天也是到，伊绝对是要问我要做伊高罗夫人无？不过，伊是房贷少年团，我可能过到真艰苦。伊够牙周病，老啊，我去帮佮照顾。我已经单身九年啊，我有玛丽，就要嫁今日结束啊吗 ？Mary， 这个代志就是，我敢若袂记你订阅，中中中中中一三国志。现场谁赚最多，谁就来发红包。赵哥，赵哥，老板，老板，老板，股份低吗？谢谢大家，低吗？哎，为什么你们都放过少伟哥呢？少伟哥然后赚的不多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跟他们比起来不多，不多，他的价钱蛮好。他有开面包店，但是赔了3000多万。不要乱讲的，这个是钱多，不是赚钱多。真的，但是我跟你讲。不用担心，真的，芒果姐有交代，我有准备好了，大包的红包，一个人一包，真的假的？来来来，快点快点，快点大包，快点大包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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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这是台式的母鸡呢，母鸡，母鸡，前母对，这辈子都没有台中打一块，真的没有，真的要是第一次满意的，一人给个多码啦，对吧？好歹接到了，对啊，再跟你讲讲，你还花来个数字啦。讲实在，我觉得真的，一元复始，万象更新，好，就拿到一块钱，好烂啊，安心乐意。你过年到底赔多少钱呢？哈林是最烂。好了，其实因为今天是大年初五啦，开工的关系，所以我们今天要进行的就是开工大吉挑战赛。哦，财神爷呢要来送奖金以外，一样呢双人挑战赛，只要先过关就可以进入下门啊。好，那各位我们要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，我们有我们的 No 哥，嘿，大家好，好久不见，耶，还有夏雨欣。好，新年新气象，那我们呢马上就来进行，到底有什么样的道具卡等着各位呢？马上进我们的道具卡争夺赛，恭喜！在乱花钱，羞辱人！红包袋绝对比红包贵，对不对？跟红姐说，这个肯定是用新的吗？这种红包不是用自己新的吗？对啊，他差那么新钱，对不对？我怀疑连这个红包袋都是旧的。哎，没有新的味道。这是讨个吉利，一元复始啊，万象更新。玛丽对玛丽这种块 OK 吗？不 OK， 那你要分多加给我。好歹要再一块嘛，我是说我们再一块。道具卡争夺赛，眼前呢有12个锅子，各位应该知道要玩什么东西了吧？煮手吗？煮手吗？看谁先拿起来就输了。宜兰地区确实有铁砂掌的传说，啊、没有啦，没要玩这个啦。先跟各位讲一下，这个舞台叫什么地方？山顶会馆景观餐厅。哦，从这个地方可以俯瞰整个宜兰的景色，完全有龟山岛，龟山岛。来两句拳啊！夜景是很美的，开工在这个地方一览众山小，有没有？可以看得很清楚。哎呦，大过年讲脏话，没有啦，没
赵哥讲那个严重、欸，一览众山小，是说所有的山都变小了。我们没什么涵养啦，不要这样子博客。好，讲一下，因为是大年初五，大年初五有个习俗就是吃饺子，吃饺子有一个捏小人嘴，他就捏，然后就把那个小人嘴缠黏把它捏起来这样子。所以我们这一关就跟饺子有关系啦。我们道具把真龙再要玩的就是这个。招财进宝，嘴角最快浮起来的人即可获得天好运。等一下上映场，各位呢可以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，把这个元宝给它放进去啦。好，来、啊，左边的，左边的，左边的，好，左边的。来，好，道具卡争夺赛招财进宝，预备。谢谢。来，这样，怎么？哎、欸，我已经有点快浮起来的感觉。大家多讲一点，讲点吉祥话。快来讲啦！不是运气。你看我们妈主持角色讲吉祥话吗？不要搞这种东西。不要，我都服了，我都服了。我们到过超过，他们里面还有漩涡。我跟你讲不得了，去年算是亏了整个下半年。说都没有拿到钱，啊，今年开始追习惯了，没有啦，明年没办了，今年本命年呢，本命犯太岁年，你要去啊？其实还蛮疗愈，起来，看着水饺，有，你还扶起来，脚造出来。我的起来了，起来了！不了，不了，我不了，不了，我不了，还不了，又挨了，又挨了，挨不了，我不了，挨不了，我不了，挨不了，没有，不了，不了，哎，不了，哎，豪明，豪明，刚才这个状况的话，应该是赵哥这边这一国是没有，豪明不算补啦，你先看，他没有补啦，你先看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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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，我补了，我也补了。你这样我不服，这个状态我不服，这个拼盘我不服，真的是赵哥先扶起来了，这不算扶啦，你们游戏在欺善怕恶，对呀，你在讲什么？你在讲什么游戏？我的才算，赵哥是获得天好运牌，这才叫扶吧，中了中了算了，现在是怎么样？大过年不要逼我动手，我跟你讲。大过年建豪不错啊。至于这个天好运卡是什么功能呢？上车告诉你。哎，对我不公平。对啊，我这服了啊。生气？没有没有，我没有生气啊，我只是觉得人生之力很重要。一下就。今天啊，我切我切，没气啦！谁会管这个啊？恭喜赵哥又抢的抢到了一张热门票，真的是公平的，做的真的就自己先扶起来，凹了，真的没有凹了，你们不要不服我的扶起来的。不能讲，超不平，超不平啊，超不平的。这张卡一看就知道很厉害，气照，真好卡。不好说，我不知道看关主怎么讲啊。哎，你有没有想要把它卖掉之类的呢？那你先便宜卖，不会卖的啦，不会卖。我想要听完以后再来卖。好哟，好，那我来一一的来介绍一下。听完应该不想卖。这个天好运有分两张卡，一个是点光明灯，一个是安太岁。光明灯呢，点光明灯就是由芒果姐会帮你选出三张卡，这三张卡两好一坏。哎呦，等于说你只有三分之一的几率会抽到坏。抽到 people 这个用，对，就等于就是你看你有两张现金，对对，然后一张是不好的，没有，我也可以卖给抽到 people， 对对对，可以卖，对不对？可以，对啊，可以啊 ，OK 吗？有人抽到给我，而且最少对，最少五千，最少五千起跳，而且如果说到那时候可能坏的只剩下一张，或好的很好的时候，哎，那个卡就特别有价值了。一万块钱或五千块钱，那个卡就变成没有价值，就最少五千啊。干嘛赔钱气？好，然后再来呢，这个安太岁呢，就是当使用 Lucky Ball 的时候呢，安太岁那一回合是不会有坏卡的。直接帮助各位安太岁整年都过得很顺的感觉，哎，这么好，没有外卡，只有一万块，可是你这个变成只是抽 lucky ball 才可以用，对，你可以卖 lucky ball 或者自己用，你就可以卖啊，卖给 lucky ball。哎，你现在在嫌他呢，还是你要？对啊，我觉得不太会用，各值五千左右了。这应该是每张卡五千起跳，对，五千差不多，那两张跟你一起买八千，哎呦。
你要买两张，对啊，八千。你怎么住大房？哇，你怎么疯了是不是啊？是什么？欸、没有人会跟你买的、啊，这个很好的卡，哎、欸，一张卡你最多卖5000了，因为你那个5000翻的，那些坏的，谁会跟你买？不可能。而且你重点是你要抽到 lucky ball， 你有多久没抽到 lucky ball？ 知道是吗？我买的也是浪费。不要跟他抽到再买，今天抽到有人抽到再说，抽到。但是那个人要不要考虑他买？对对对对对对。抽到再买。今天的 cosplay 非常多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？我有看到好多那个塑胶袋包包，超累，七包。限时内两人需伸直手背，倒水用嘴巴接住后，再吐入两桶内。速度速度速度拉起来，点开，哇帅！可以看照哥，可以看照，好帅啊！可以做一些效果，可以做一些效果，可以做一些效果。这应该是每张卡5000起跳，对，5000差不多，5000。那两张跟你一起买8000，哎呦，你要买两张，对啊，8000，你怎么住大房？哇，你怎么疯了是不是啊？是什么？欸、没有人会跟你买这个很好的卡，一张卡你最多卖5000了，因为你那个5000翻的那些坏的，谁会跟你买？不可能。而且你重点是你要抽到 lucky ball， 你有多久没抽到 lucky ball？ 知道是吗？我买的也是浪费。不要跟他买，抽到再买，今天抽到有人抽到再说，抽到。但是那个人要不要考虑他买？对对对对对对。抽到再买。因为今天 cosplay 非常多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？我有看到好多那个塑胶袋包包，超累的，七包，不可以先爆雷的，赵哥，七包，8000卖，你们要不要抽到再来买？先不要有压力，我觉得这样比较公平。那有压力，第一个，那个你是你会给我们压力，你可以把压力释放出来，对的。他明明就用抢的，然后讲了一副很有爱心一样。我是为了大家同事在着想，他现在人家花园夜市拍卖的状态，对啊，十五个哇，我也是为了。茶就变同事了，因为你今天早上就先多行不义了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而且然后一天到晚在殴打同事了，开始，来讲一下，其实刚才讲说 cosplay 也很难讲，也很多好康的，来看一下卡片有哪些，有开工啊，有开工发红包，开工还有开箱版本，步步高升，步步高升，还有什么东西啊？春酒，春酒，春酒，还有安富贵，安富贵。半吊天顶，对，这个半太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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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什么？5000块开始现金了，麻痹了，现金了10000，麻痹了，出来啊！好，卡片就是先抽到麻痹，怎么先抽？你刚刚介绍这么快，快几张啊？几张啊？来，跟大家讲一下哈，我们等一下要去的地方呢，因为在初五这天拜财神或拜什么神呢，我们会走很多的庙，我们要去的地方是蕉西斜天庙。哎呦，哇，这个地方是拜关老爷的，关东哥怎么听起来？他是庙宇官方代表。对啊，这个蕉西斜天庙，哦，这东哥应该也很清楚，这个庙在蕉西啊。这个对，刚刚讲蕉西。他拜什么？他拜什么？关圣帝君啊，但他还有一个，那里面有很多大的那个关刀，对，关刀，还有赤兔，真的，你等下进去看啊，对，正常的关庙，拜关刀，但是这间关庙跟别人不太一样，是，这是全台唯一有拜关夫人的庙，对，哦，对，所以这边特别之处就在于，可能就是说你要为了要讨关夫人欢心的话，你就会送一些甜点呐，所以我们这一关呢要玩的游戏就跟甜点有关系啦，来，什么呢？等等，假滴滴，探爪集。限时内需将花生糖抛过指定高度，队友再用嘴巴接触，率先达到指定数量的队伍即可过关。简单呢？不是，你们都忘记一件事，过关啊，他那个洗巴拉就有一对。对啊，你们都忘记。你在开心什么？也没有用。你们在开心什么？哎，很久没有个人挑战赛。我们做节目做到现在，就是要保持一个单纯的心。而且一年才一开始而已，我们要做不变，没有开高抱怨，大家不要这样开高。抽，我们快过关了，来，抽。抽起来，抽起来！涛哥先，涛哥好，来，
Lucky 一下 ，Lucky， 你来，我们来介绍这么好 ，Lucky， 不是啦 ，Lucky， 不是啦，拿钱已经 Lucky， 老艺人，赵哥你好意思讲人家，赵哥五水东南，再客气一点吧 ，OK， 谢谢，先搬走，先搬走。我啦，四十五亿，四十五亿，良好愉快，应该不能现在直接用，不用。前面都有太多人，没有，没有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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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安泰税还有10000，一万如果被抽走了，你也用不到了。刚才介绍这么理直气壮，现在就忘了。这不可以，绿茶再试试。不可以，不可以。用了啦。用。来，先抽完了哈。要用哪个？等大家抽完。一号，来，还有两位。一号谁？好，谢夏雨欣。谢小哈哈。小号，好 ，Lucky Ball 是2号，我赵哥，好，赵哥，你要使用哪一张卡呢？没有，就用刚刚讲的那个光明灯，两好一万，三个都好卡，两好一万，三个都好卡，光明灯啊，两好一万，光明灯啊，安泰顺跟星光灯啊，一定是光明灯，先用光明灯啊。5000跟10000啊，先拿10000哦，对不对？先把10000抽出来。哦，不要啊，真脏啊！好，哎，你说最后一张，事事如意，就最后一张，最后一张，决定了。我觉得第二张比较好。他在拿现金的啦，哈哈，10000，10000，10000，确定吗？叫他发红包了，叫他发红包。好了，5万哦，各位观众，10000块，红包在这里，5000。5000块钱，你看，我是赚钱，好好哦。哇，第二张，嚣张，好嚣张哦！全部翻过来，步步高升，春酒，哎，快看看，大家步步高升跟春酒好了，已经看到了春酒跟步步高升。全都换了，好了，恭喜赵哥获得5000块钱。那其他的朋友们，我们发号码一。来到我们先看到前面了，第一组呢，我们要进行这个加滴滴探爪机，有没有看到这花生糖？闻一下，真的很香哦。怎么了？不是，我觉得这种大概过了2年，还是小看我们的实力。这是第一棒就过关了。哎，这是困难到我们的实力。其中一棒在红线后面把这个花生糖往上丢，过指定高度之后，另外一边用嘴巴哈。可以。你讲的很难，你有没有发现那个指定高度，小哈只要手拿起来就。他就放着就好了。对啊，你看就你嘴巴一次可以接18颗。但是我们是30秒要接5颗。可以呀，这么简单，绝对可以。没过，他们要给钱。看一下你们能力不厉害，到底有没有把假丁丁探爪机来？第一组请就位，过关组啦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你们讨论好姿势了没有？可以了，好，预备。两个，刚刚没过呀，设计过关，谢谢大家。
三个，他没你是小王，这个过不了，赵哥比较 OK 啊，没有，赵哥很会接，你不要再小看他。有一首歌就这么唱嘛，一直哈哈一张嘴，他叫你蛤蟆了，神奇的速度。正直的心踩在队友的脚背上前进，用嘴咬出金币。来，嘎嘎嘎，后来，嘎嘎嘎，嘎嘎嘎，速度。脚没有踩着，脚没有踩着，踩着。因为有脚，脚踩着。他是我们办节目的杨。赵哥比较 OK 啊，我们大家会看。没有，赵哥很会接，真的吗？你不要再小看他。有一首歌就这么唱嘛，一直哈哈一张嘴，张嘴。他叫你蛤蟆了，神奇的速度。大年初五，财神爷，有什么有什么继续？好，我们就看一下赵哥怎么起身。赵哥加油，来准备喽，预备。赵哥没有啊，赵哥，太远了，赵哥，时间过一半了，等不过了，都敲在你的门牙，两个，三个，三个，赵哥不错哎，没败，赵哥蛮厉害的，来第三棒，请就位。第三组是我们的少伟哥跟毅哥啊。我要使出丰田的大绝招，什么？连发，fuck you， 中间都不停，中间是什么？连发哦，连发，来，而且我不看，不看，对啊，不看，来，这么厉害，来准备哦，预备。好痛！他在最后五秒钟就进三分，所以是接的很重要，就是废话，丢的也重要，重要。第四棒，请就位。第四组是豆哥跟 No 哥，是由豆哥来丢。好吃，哎，这是蛮好吃的，很好吃的。刚刚有苍蝇爬过，那你要不要连发？不要，我在乱丢。啊，不了。准备，30秒进5个，预备。就打到很大，哇！都门牙的声音，都门牙，好大声！来一个，刚才有进吗？没有，有一个吗？没有，含进去，含进去。哎，两个，哎，闪亮之星，哎，两个，换野手，哎，三个。
瞬间进了，帅帅帅，实至名归，实至名归。对，哇，那这个太难了。所以我们不应该改这个花生糖啊，要打一下好。真的有保佑啊！正面代言人都没有，还是我们下班只有一个，还是再说不定啊。我塞住了，我唔听了。老哥，你也忘了过头，过头，过头。已经这样弄，我只要塞住你，忙你唔当事了。对，按对头，按对头，准备啊，打了，有可能交给六分的冠军决定，决定给他确认。你们是要上班还是下班呢？上班。而且怎么谈我？那我不认真干嘛？上班，上班，对，没有用。不管怎么样，都是上班啦。下班可以，下班可以，下班可以，下班变多了。好，全员请上游览车。哇！我们有拜拜有差，大家承让的，前面很会接，承让的接神接神，而且第一关就有人过关了，接神是神。好，来，我们接下来要去的地方叫壮武正安庙，就是在这个五节壮围这边之间的一个非常重要信仰中心。那五节的节这个字里面有一个吉利的吉呢，其实是很适合说过年的时候你过来这个地方走一走，哎，可以吸收一些吉利的感觉。所以这一关要玩的东西。这个是我自己家的意思，因为这一关要玩的东西跟吉利有关系，大哥都不会乱加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也不会把水洒出来啊。好，来，我们这一关要玩的关卡就是单关，大吉大利，限时内两人需接力用单脚行走的方式，手捧板子，运送荆棘，率先达到指定重量的队伍即可过关。单脚。单脚，单脚行走，来来来来来，我们给大家先抽球啦，后面先，来，后面先抽，来来来，来来来来来，好来，来风起，赵雨欣呐，啊，来多久没抽 ？Lucky ball，Lucky ball， 来一个，不可能，哎呦，一号，一号，率先啊，掉一下，白老鼠，可以哟，一号，不想玩是不是？四号，哪里一？我要跟雨林，哎呀。空姐，一号来吧，来哟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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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变抽了，别变抽了，对对对对，精彩六，精彩六，六哥 ，lucky ball， 没 lucky ball， 好，三秒三秒，我要换一啦，以后可以帮我配一点配型，配型杯，没有吧？五号，看一下 lucky ball 是几号。李毅，你是四号，四号，好，一哥，请选择，这边现场有六张卡。买两好一坏哦，你要想要到，你要想到，所以你不要卖那么贵啊，我们销售那么好，两好一坏，你只有一万的机会而已。对，你还剩一万，那五千打平啊，没差。两万，然后一个礼物，然后一个 cosplay， 花钱买，卖便宜，收到一万，卖便宜点的，花钱买收到一万，多少？三千块，三千嘛，差不多啦，三千而已的，你这样现赚八千的，你过去那么多次，你够卖。对，哎，赵哥，那我等下给你钱好不好？人不能贪心，对啊，哎，不能真的，一年一开始就贪。三千哦，对，三千很划算哎，对，三千风流感会买 cosplay， 哇，三千风流厉害，三千因为你不能穿的超衰，整机或什么的，太好了，一关你还，好来看一下，对啦，新的一年对不对？好，一哥使用这个光明灯，只剩下三张。点出三张，一万的，一万 cosplay， 万呐，很好，不会说，就中间吧，中间，越中间的越有事哦，中间，不会，卖，卖，我没够，我没退，一、二、三。开工，有哎，好的，开工是好的，开工真的不错，开工是好的吧？这个是你要跟顾客有一起享受的东西，要跟队友一起享受，要队友一起享受，哇，这个太帅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这个带到镜头会挡住呢，还好抽到，不然真的浪费钱呢。等一下，里面为什么还有一包？大
头佛啊！大头佛，四号单枪，四号是谁？那谁要飞？我刚刚说我啊，超适合。那你会不出点意见？你扮龙头，你扮龙头。哎，我哎，我呢？我这个我会好不好？扮龙之翼在联谊会长，我的。没有，你早一点讲，我可以请人家来帮你捂一下。太棒了！刚才一哥花了3000块钱，刚刚那个没有旁边那个多吉利啊，不错了，吉利啊，吉利啊，这个我真的会。谁会要办什么呢？下车告诉你。小花。开工就是要有非常吉利的气氛，是，马上欢迎我们的三国志醒狮团。不一定啊，很难讲。单脚移动，单脚移动，然后要过关区，限时一分钟之内。一次只能用一盘还是两盘？两盘可以两盘。好，OK， 吹哨就开始哦，预备备。这么多，当刚弹在眉笔之上，用四脚朝天的姿势撑起队友。帮忙，等下帮忙。太多水了。先帮忙，帮忙，帮忙。谁要飞起来？要先让他飞起来啦。你要踩前面一点。对，抬起来，抬起来。好凄凉哦。好凄凉。1、2、3。1、2、3。1、2、3。你这个环节就跟我讲，我自己会演了。Come on, yo. 第一组，夏雨欣跟玛丽已经就位了。好，谢谢示范组。白狼，白狼组的玫瑰。不一定啊，很难讲。单脚移动，单脚移动，然后要过关区，限时一分钟之内。一次只能用一盘还是两盘？两盘可以两盘。好，OK， 吹哨就开始哦，预备备。这么多。单脚。机会，过了，过了，你看又被我们破解了。他们女生移动好小，玛丽都没有打出来哎，他比较矮，所以跳没打到。要到八，玛丽找到专长哎，玛丽在家都在练这个啦。可以哦，鬼呢？哎，他没有一颗掉出来哎，超强哦，一个都没下。抵达过关区，恭喜过关！还有多久时间？
李强跟大鹏玩最近一分钟，我们最近游戏中五十秒差这么大，一下难一下简单。哎，让我们看一下大头佛玩一下吧。你扎真机了，你扎老兄，你扎老兄。奖金嘛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有有有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大家大家，各位大家，接下来这是团队荣耀的问题了。对，如果说大头佛挑战成功的话，手上三千块。Oh my god！ 哎呦，你这真的中奖了，这个进账单才有钱吗？但是只有三十秒的时间，三十秒，所以要尽全力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好，准备喽，来，大头佛挑战赛，预备备。看不见啊！我这种动作，这动作有点慢。还不错哎。而且小阿没办法单脚。小阿好像不要了。来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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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阿已经痛疯了啦。为了三千块，还好吧？小阿你要走都没跳啦。小阿。三千呢？哎，会耶！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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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慢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让他们越跳越快。裁判追上，单脚，对，快，快，快，还有五秒钟，最后一步，最后一步，走步，走步，三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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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一拳不能让你切，不然可以拿钱，一拳可以玩的，这是这样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实力，耶！哎，财神来颁奖，三千块，八百，财神到，你们那边就玩，十头狮的，赶快五龙五狮庆祝一下，五龙五狮，来，哎，来了，神力啊，耶！真相大白，今天那个财神爷其实是芒果姐。对，财神爷，财神爷，第一次看到 cosplay 的还可以拿钱。对啊，姐，而且拿这个钱还你。对啊，刚好又更气。我觉得蛮好的。不气了，不气了，来办一场。OK， 好，那其实呢，讲到财神爷这件事，还会唱一首特别的歌曲。财神大。哎，不是不是，有另外的一首歌曲，另外一首歌，听我起个 key， 你们就知道了。预备。祝你生日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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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属猪的都有，对不对？猪属猪的，来，今天生日的寿星，有奖寿，蛋糕上面放两颗蛋。那我们通常就会把这个蛋糕献给寿星，同时也是我们的财神爷少伟哥。哎，我难得偷吃东西，没有人骂我。哎，这个是你自己的。我们的惯例，寿星呢可以拿到一颗 lucky ball。哇，还有一万块哎！而且为了要让寿星呢有一些好康的，我们这边再加一张卡。什么什么什么？各位，谢谢一路发。一路发。哇！等一下，我严重抗议，怎么了？对，我们生日好像没有这样，我生日没有啊，没有加，没有吗？加什么？没有抽到的，你有加一路发吗？有啊，
哪有？讲理都。不要再跟他凹了，以后没有。再凹以后再跟他凹，多少人懂内你？我刚刚揭发他的那个电子骰子，他现在在生气。来，我们把这张卡放进去，先放上去。然后来介绍一下摄影，摄影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玩什么呢？我们等一下要去的地方叫做开基造君庙。哎呦，造君庙呢，全台只有三间，而这间是最早建造的一间，历史悠久。那各位造君通常是在什么地方拜？厨房啊。对对对。厨房最重要的一个必要的元素就是水，所以我们这一关要玩的游戏跟水有关系。水。来，要玩的关卡就是等灯开运水，限时内两人需伸直手背倒水，用嘴巴接住后再吐入两桶内，率先达到指定刻度的位置，记得过关。身体会湿哎。手越长的越对啊，对。我们这种手短 OK。因为其实这种水开运水，很多那个银行啊，他们都会在即日即时把它放到金库里面吸取财。但你有看过财运水是倒在自己身上？哦，那这样更棒，这样子遇水则发。来，大家请抽我们的 lucky ball。你不是有 lucky ball， 你还怎么抽？我还可以再抽啊！再抽啊！快点，快点，两个，抽两个，两个，两个。他真希望他可以有两个啊 ！lucky ball， 你金溜了 ，lucky ball，yes， 一号。我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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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有两颗了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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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二号，好大吉大利，哇哇的，给财神爷一个机会，我们抽，好，来，来看一下啊 ，Lucky Ball 的部分，五号，险啊！你要不要用？要用啊！有哎，168，一定要用。来，你先抽，两位谁先抽？你先抽，寿星先抽。你先抽，你先抽。哎，他在杀各大节目节目称的奖金杀手，哎，真的，真的假的？他超常拿到奖金的。现在还是有几张六张嘛，对，倒数第二张，倒数第二张，完了完了。10000块！哎，你在我们节目有 cosplay 过吗？没有。那可能是今天的，那就是今天的。10000块，10000到了。2、3 cosplay。春九啦，春九一定是券，餐券，春九，餐券呐，哪一家餐厅？是什么？获得是我们的餐券，还是下一排？撕开，双人响宴五号耶！我一定要给你拿，他拿到五号啊！没有，阿 cosplay 就两个人啊，这个不能两个人一起跳。哇，明白。拿到650，真两个哎，一个猜到650的。哇！我要跟你交往。我要跟你爱丽了，爱丽，我爱丽了。交往了。大家不要忘记了。那我的标准放在哪里？在那边睡觉。关键是王少伟啊，168个溜出来了。来，168，168，168。五张啊，剩一个，第二张，第二张，来，安古贵。告诉你，来办成什么样子？下车告诉你。
哎，来到金庙啦！在这个地方最重要的就是厨房有吃的东西嘛。对。那过年一定要吃的什么东西呢？阿姑贵。对啊，那我们欢迎地表最强的阿姑贵。哎，可以不说。我是新一代的阿姑贵。好吃哦！好吃哦！不是哪有人寿星在办这种安菇柜？牛啦，牛啦，牛啦！对呀，我没说不会工就不错了。哈哈哈哈哈！而且我还没有了条丁，怎么办安菇？不是安菇柜，不是安菇，安菇柜差那么多。好，等一下少伟哥就是用安菇柜的方式跟我们一起闯关。哎，你是第一棒哎！我还第一棒，过来，你颜料会掉，第一棒，过来这么远，我怕掉色。安菇柜就是我跟你哦，对 ，OK 的。哎呦，那过关机器，好，来。开运水第一棒，请就位。Yes, yes. 好，来第一组就位。等一下呢，就是用这个杯子把它倒到你的嘴巴里面之后呢，然后吐到中间那口里面。哎，对对，像这样完全不能手误会，就不能误会吗？限时一分钟，开始，开始，成，预备。好，倒进去。太蠢了吧！不可以用水。哎，有，吐的。哎，不是吐痰哦，吐水哦。被鬼了，是流太白痴了，颜料都要掉了，谁设计的啊？超蠢的，我是超计，没有，你是阿姑贵，阿姑贵给的，你不要放弃啊！还有写个寿啊？你说我你爱谢欣，我爱谢欣，你说我你爱谢欣，我爱谢欣，你不要闹，你不要乱来。身上有麦，他身上有麦了。你看那个，那个龙哥蛮强。而且他已经吐到龙哥手上。龙哥认真在玩游戏。对。你吐到龙哥手上。手太白了。队友的手上，哎，全身湿。那聊天的。我看得出来啊，而且那他防水的。对啊。防泼水。真的。防泼水好屌。防水的。对啊，防水的。我要穿那套。防水的。哎，你这个阿姑贵都不会受潮，都不会受潮的。哎，你是不是穿潜水衣啊？是啊，防潮阿姑贵。很奇怪，为什么我也是？内贵内贵。不是，这个衣服是有上吗？外面好像防水的，然后里面全是真的。蛮厉害的。好，来，由你们自己把它倒进去这个。怎么倒？好难。哎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有机会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不可能，有，我觉得有，有机会，我觉得有，我觉得有，我觉得有，没有，我觉得有，不行，我觉得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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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，再倒一点点而已，快点，有啊有哎，过了啦，我觉得有，过了啦，没有，我觉得过了，再过了，你还是，我觉得有，有，我觉得有，有。有，龙哥是过关机器耶，放龙哥一就过了，真的过了，少一口啊，少黄线，不要多吐一口，要救黄线，要救黄线，两天过了，乱玩，这样乱玩，真的乱玩，少黄线很认真，你过了还一口吗？喷在我身上那一口，请第二个就位，就会过了，会过，会过，会过啊，我要过吗？贵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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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柜子照喷，一分钟的时间，一分钟而已。其实很牛，只差一口而已。预备，可以，速度，速度拉起来一点，可以，哇帅！
对是好哥，刚刚说说。现在在拖地，水太湿了，妙方滑倒来。妙方刚刚啊已经报警了，还把人家吃饭。哎，对，打架，动作掉了。大佛真的变佛了，大佛变真人我，常常跑过来打他。大佛不赖。但是赵哥也在这一关练会了那个洪家铁线拳。赵家铁线拳。赵家他不会铁线拳，拔不掉，没有什么都可以打得惨。赵哥打。你有没有算过你揍最多人的节目是哪一个节目？就这个节目，我们玩的傻的那边都在节目上，我又爱又恨。三国是赵三成，什么都在照顾，我也被他揍过，每个人都在照顾，每个都被他照顾。我刚刚换衣服的时候，他也在抱怨，这样子，你不要那么肾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要去摧残的庙宇是哪一间呢？我要去的是四节福德庙。这地方呢，有全台湾最高大的土地公像，有12层楼高。一般来去那地方祈求平安以外，也会有人祈求那个发财经。我们接下来玩的关卡就跟发财经竞品有关系了。要玩的关卡是什么呢？奶奶一路发财，限时内需踩在队友的脚背上前进，用嘴咬出金币之后再放到存钱桶内，率先挑战成功队伍机会过关。抽到小哈的就是必死掉了，没有啊？抽到小哈就你踩他，小哈有痛风，不能踩。对啊，啊，你有痛风？啊有，他上礼拜痛风。没有，如果跟我一队的话，跟我一队我真的不能被踩，就只我只能踩他了。我操！那成功哥了，成功哥，成功哥，重在位啊！蛮真的不好意思啊，没有。不然他就要抽玛丽，因为玛丽你踩他至少痛风不会让他痛，你踩别人是中风哎，是的，不会。等一下小哈要先抽了，后面。哎，抽之前要讲一下，我们这关多一张卡，哎呦，多一张关主卡。我黑边，我黑边，我抽你，我阿边搞，有机会躲一整集。好，来小哈先抽。Lucky ball，Lucky ball。小哈你先抽了，我们看你来号。Lucky ball。四号过关过关过关，花东二人组，哎呦，该不会 Lucky Boy 又到我们四个人分上了吧？六六，哎呦，诺哥有机会啊！来，诺哥，诺哥，全台一样，希望。九班天佑 ，Lucky Boy， 哎呀，诺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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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棒了！耶！一万六千八，16800，16800还在里面哦。豆你是？三号，你找个，哦，是，那这个是，好，来，五号 ，OK OK， 不敢抽，抽不到哦，可以，新的一年，新的一年要登轮啊，新的一年发，对自己有信心，第一张是要的，是不是？要的就第一张，会不会就把这张财神各位观众入发了啦？16800，10000，10000岁。
是你的，恭喜豆哥获得10,000块钱现金。耶，谢谢豆哥，恭喜你的。诺哥在算钱，我今天进账3000没卖。啊，公积金要缴吗？哇！恭喜豆哥获得奖金，其余的朋友们发号码一。土地公的见证，我们后方的王俊泰超高的土地公，拜一下拜一下，等一下摇都是包，财神爷，厉害厉害，难得。等一下呢，两队的这个每一队呢两个组员嘛，其中一个人呢踩在另外一个人脚背上面，然后要下去把那个坟里面的发财金摇出来，然后运送着过来，1分钟要运送4个，好，太难了，好的话还像嘴巴头，15秒一个，嘴巴，而且嘴巴头好烫哎。不能用手，而且还要退那个到尾都不能用手。来，第一组请就位。好，一路发财，第一组花东二人组就位。计时1分钟，预备。这连走就要花很多来，可以吧？要抽，一定要抽的。重点要抽，有没有？嘴巴要知道，知道啊。花花，找啊，额头哎。不能压头到，你知道吗？你行不行？张立东，你支援，你找，你找，这边有一个，这边。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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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15秒过去了。摇不起来呀！蔡俊都被弄反了，可能来不及，来不及。摇给他，你摇给他，你摇给他，你摇给他。摇不起来。张立东，你摇给他。摇不起来。摇不起来了。吹掉，把粉吹掉。摇不起来了。摇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太低了啦。哎、欸，有了有了有了，走，运送运送，哎呦，变变变，嗯，来两个，好，给他，给他，速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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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啊，嘎嘎嘎好啊，嘎嘎嘎嘎嘎，嘎嘎嘎嘎，嘎嘎嘎嘎，嘎嘎嘎嘎嘎，速度速度，脚要抬着，脚要抬着。脚要踩着，脚要踩着，因为用到了，脚要踩着。哎，人家就没了，脚就在最后一场哦。哎，这次可以渗血，这次可以渗血。你怎么了？牙齿掉了，牙齿掉了啦！牙周病，牙齿掉了，牙周病，牙周病。他是我们上节目的牙周病，不洗牙，你也跟着病，不洗牙。对啊，对啊，你有牙结石，卖肾啊，还没亏啊，是在全民健保里有血，牙结石，没事，哪位牙哪位流血啊？咬不血吗？要洗牙，不洗吧？咬到病，咬到病，要去看医生，去洗牙，咬到病啊！花花，你不要过，你先关心一下那张立东啊！哎，叫牙医啊，牙医啊！面粉怎么会？刚敲到金币啊，敲到金币啊！不是刚玩，我敲到金币，我有玩。你怎么才试一下就牙周病流血了？不会，这样都没流血。拜托电视机前的各大牙医救救张立，赞助张立东，赞助张立东。我有认识牙医院长。我们赶快让他去看医生。第二组先就位啦，第二组。我要爱心，不要一直笑。牙医院长，赶快赞助一下我们张立东，他牙周非常严重。救救张立东，度过这寒冬。各位小朋友，半年到一年就要记得洗牙哦，不然会像张立东叔叔这样子。哎，真的啦，现在洗牙都不会痛了。现在洗牙就无痛了，不要。牙结石才会这样，就牙结石肿了，牙结石牙根没道理，弄到面粉会没有。我看他，看他的流血量，他应该要做根管。好，第二组就位喽！哎，第二组在爽什么？开心的鬼鬼鬼鬼了！干嘛？开心哦，有开心哦！甜啊，不甜？松沙啊！预备！这是你的通告啊！鲶鱼，这是你的通告费啊！快点啊！快点啊！快点啊！要休息啊！
有太积极了，太积极了你。坏习惯，这个不乖的时候，嘿，来来来，算习惯。算一股啦！不舒服，不舒服！下一个线什么高铁线？好恶心！哎，你的裤子越来越紧了啦！咸鱼，你的裤子怎么那么紧啊？好小件哦！不能讲，他脚伸不开啊！脚伸不开，然后这样，脚伸不开，要说什么？太厉害了！哎，太强！哇塞，哇塞！你刚刚那水都前面没洗过来了，不会，不会，不会流血。点你的干嘛啦？干嘛啦？点脚，你被冲傻了，多猥亵啊！对呀，要不要泼？时间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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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泼水了，浇热水，浇热水了，泼热水，没有，要泼热水，泼冷水，没有开，你都没在过关。不是为了在你在爽，而且玩得那么开心，这个不要紧。来，第三组请就位。他们怎么在这边发呆？你们两个七十几公斤，我们怎么踩？我们差不多等着。那你们自己决定。你们综艺节目是男生配女生，我们是什么配法？老少配，智商配，智商配，走不动啦，走不动。猜拳的，猜拳，猜拳的东西。剪刀石头布。你的决定要被踩还是踩一下？你的决定要被他，可以他说不定觉得被踩。对啊，好，我要踩他。好的 ，OK， 好，那你重新。好，来来来，好来，请就位，就位。你又脚，你这么脚，我大年初五就在放了物件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们现在要说计算时间之内开始。好有爱哦，好感人的一段电视哦。叫叫叫叫叫！漂浮木上，来，我们门槛给他低一点。抽筋，好烂，抽筋，抽筋，抽筋啊！脖子也抽筋，下巴抽筋嘞！赵伟海！这个游戏杀伤力有这么强吗？不是，不是抽筋就是流血。赵伟海行不行？这是抽筋了。还有我，那他来，他来啊！他踩我，不，来，抽筋算一个。哎，这赵伟海更严重。来，来一杯，重新算哈。碎碎碎，纳豆聪明用吹的。哎，贝贝要去哪里啊？贝贝，走了走了，贝贝，你够了，我蛋哥，贝贝，贝贝哪里啊？贝贝马上过。贝贝要去哪里？贝贝，搞不动啊！他太重了吧？好轻。你咬给他了，你咬给他了，吃过来，吃过来，吃过来，这什么游戏啊？不要玩了啦，太瞎了。赵哥基本上已经放弃了，那我们第四组请就位。这都没有，第四组有小哈跟丰田，是丰田踩小哈的状态，准备好吹哨就开始了。丰田你好灵活。哎，他有痛风哦，丰田不要踩太大力哦。可以，快，速度快，机会了，快！其他这样速度不行啊！小哈可以！上来！怎么会有星星的声音？海豹是海豹声音！不行！然后上去了！有，赶快！来不来不来！马力就能飞起来了，用爆了，用爆了，爆！
享受，这不叫按摩，在这一个在这儿哇，哇，胯下站着，厉害，之前用胯下，现在用膝盖，天哪，这不叫不帅，你胯下连的。快点快点快点哇哇你看哎呦哎呦我就看着办，交往啦！等一下到时候，你现在这样讲了，我们会看着你办事，努力工作。人家法律已经没有再婚这一刻，努力工作上班。我今天有两颗，你就当立冬吧，加给我，以后就你少伟哥的钱。一、二、三，小黑。太诡异了吧！可惜啦，还是要继续上班。全员请上游览车。二零公关华裔，很优雅他了。这个张立忠，你的那牙龈的问题，你至少拖了一年。对，但是我们这个形式作用，我们真的提醒。我们要不要去看牙齿？好了，那牙你是怕看就是看了，不是说看。哈哈哈！哈哈！哈哈！他不敢给医生，他怕看出真的有问题。他现在有那个，我的牙齿没有松断。好了，我们刚刚要恭喜刚才鲶鱼呢玩得很开心，停得很开心吧，玩得很开心。下流。接下来要去的地方。害羞什么？害羞什么？我来折这个厚一点的。我们等一下去的地方是霍岭保安宫，这个地方拜的是中坛元帅，而且庙里面我保佑牙龈的一个三太子。应该是三太子，对。庙里面呢有一对这个非常高大的原木龙柱，这个是全台湾最高大的原木龙柱。接下来这个东西，这个关卡跟各位的事业运也有点关系，所以要祝福大家。这个关卡就是登登猎潮，如鱼得水，每组两次机会，需躺在媒体机上，用四脚朝天的姿势撑起队友，率先挑战成功队伍即可过关。来，我们请抽卡，这个限时30秒，好来。哎，这个队友很重要，不能两个。又来，后面前面接着，现在更重要的是一路帮。有吗？哎，还有 Lucky Ball， 有啊，还有，最后机会了，最后一关，加油！一六八带走了，4号，我有啦，我的啦，168带走了，赵哥，就是你，一六八 Lucky， 4号，哇，在下面，不到了 ，Lucky。有机会交往，我跟你讲，我马力，我跟一只手把它抱住，你可以把它抱住，都抢开，花花的，拿给我，你拿给我，哦，不要，哎呦，你不要，鲶鱼，鲶鱼168，因为这鲶鱼吧，知道拿细胞了。快冲！坚定就这一颗了，谢谢宝贝 Lucky Boy， 三颗了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刚刚我们先淘汰两个，不要直接，那你们一起啊，105号玉林，别打了，不要打了，你们是实景控的吗？好恶心啊！不可以，先出手，张队，不要，不收费，那讲出来了，不收费，直接。你要用手指尖尖的地方，来，1、2、3，好评的，好评的，原来我刚刚感受到喜悦是 Lucky Boy 的喜悦，哇，好累啊，对，原来是好累啊，玩死我们，抽到钱，做了这么久，终于有机会了，哎，拿起来，我们看一下 Lucky Boy， 半多，用看的，用抽的。
哎，老师三号，三号，两个都是三号，没有了，都是 lucky ball 了，真的 lucky ball。好，所以换我，哎呦，第一次抽这个，不会抽到，放心。好，那就不会抽到，放心。我觉得，我觉得第一张。哎呦，又来了，赚钱的，赚钱的，所以要分我们赚钱的啦，有的。哎，你自己分，分我们自己没有，好。一、二、三。我觉得第一张，哎呦，又来了，赚钱的，赚钱的，所以要分我们赚钱的啦，有的。哎，你自己分，分我们了，自己分啊。一、二、三，三。骂大嘴啊！自己知道这是什么，你自己想。下车了。需要我们帮忙吗？需要犯太岁的话，因为太岁今年是猪年嘛，请问有谁犯太岁的可以先举个手吗？我妈报错户口。哇塞，算张立东出哎，张立东出来，难怪小马刚问我说犯猪什么，就犯猪而已啊。那你等一下就三只小猪吗？他不用犯吗？你就犯吗？犯猪运那个属猪运人先请举手，举起手来。太衰了吧！我姓张，我不是属猪。属猪运人三位，一哥、孬哥跟立冬三位，我们下车告诉你。好衰哦！衰哦！来到过岭保安宫，哎，我觉得我们制作单位真的神通广大。怎么样？怎么说？这宫庙怎么会允许这么大的阵仗摆在正这个广场？每次设立了一个小时，哎，对啊。这重点是我们刚才讲到说，我刚不然抽到一张犯太岁卡，是我们这一集有三位艺人在猪年犯太岁，对，怎么少三个人？既然犯太岁的话，我们请他进来，然后赶快叫他们安太岁。对，我们是希望他能够面对这个猪年的挑战，对对，好不好？我们欢迎我们的三位猪明星进场。哎，你看得很帅哦！对，猪猪猪，每天上你猪爸比保护你，还有维尼的小猪，可爱哦，可爱哦！来对着我们摄影机打个招呼，拜个年，拜个年啊！你们跟大家拜年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新的一年祝你们犯太岁，对对啦，对，祝大家诸事顺利。好，这个困难之处是你们等一下要穿这个来闯关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就两个一组嘛，其中一个人就要把另外一个人撑起来，用四脚朝天的方式，在这个媒体。这高度我下去会牙龈会流血，牙龈会流血，不流血。猪牙龈，猪牙龈好吃。来，我们第一组请就位。哎，如鱼得水，哎，这边哇塞，帅哥，遇水之欢，帅哥气势，是不是还没开动？哎，自己家动的了。他自己在摇啊，好恶心哦！那你太下流了，好下流！你们要动，我们先上来，你再动，你们再往上斗嘛，脖子好酸哦！哎，你躺着就好了，你躺着就好，你用斗的，用斗的，对对，脖子不要起来，你把它撑起来，他开始晃，我就开始计时。你要往前，你要在前面一点，上面一点，对啊，对了，上面一点，再上面一点，再前面一点，上一个，你要骑在上面一点。马力要往前。好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计时了，计时了，赶快，赶快，三十秒，赶快啊，大家都赶快呀，开始了，上车，上车，因为太重，有，动不起来，送你们十秒，我靠，把你脚收起来啊！把你脚收收。来来来，好，来计时，这个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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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巴黎铁塔翻转再翻转，过了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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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过，加油，再过，超强，最后一个超强，倒数了，十秒，再十五秒，加油，来一个，十五秒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
恭喜少伟哥跟玛丽呢，获得了值下班十八拉的权利。再次换我骰，好，给我。少伟哥带我回家。好。哇！带我回家是什么？拒绝参赛，这没人了啦！第二组请准备。可以呀。好，我们在送走了这个少伟哥马力之后，第二组准备了啊。因为我是少女猪，是不是有什么战术？有什么战术吗？战术就是人猪交合。猪瘟的力，人猪恋，猪瘟。我真的要看到飞天少女猪了，来了，要在一起来了。起飞啦！飞不起来，飞！飞天少女，哦、起飞，宝妮！小美丽啊，谁呀？小美丽升不起来，没办法。没有从镜子，你要升，对对对。不行，让我飞一下，是不是从镜子？先让我飞起来，先让我飞起来。先不要等，先不要等，先不要养，先不要养。来，先上去啊，上去就开始哦。先让他上去啊，大宝，你这样撑着，先让他上去摇的时候再开始，我们才计时啦。宝哥，你太上面了，不是宝弟，你在没有要撑起来都不容易。你再往上走一阶啊，宝弟，从机器上去啊。太过节了，你呀，他为什么要站在这里？宝弟，不要穿飞侠了。哦，有了有了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要被干啥？要被干不水起来呀？脱鞋脱下水了，我去帮。你先不要，然后我帮你，我先帮你，你先把它撑起来。帮忙，等下帮忙。太多水了，先帮忙，帮忙，帮忙。得要飞起来，要先让它飞起来了。你要踩前面一点，对对对对对。来，把它帮他把脚举起来。来，脚举起来，对，那撑。不行了，两脚两脚举起来，两脚举起来。放弃了。那拍拍猪，拍拍猪。你试试抬起来，抬起来，好凄凉哦，好凄凉哦！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笑死我！你这个环节你就跟我讲，我自己会演的，有必要？要演，我好想飞，我好想飞，上不去呀！你们要不要交战？你在上面呢。没有没有没有。暴力暴力暴力！那我们第三组请就位。好，第三。好，来来，各位计时计时，快快快，计时啊！没有，开始摇，开始摇，开始摇。大伯，你拍最大的，最大的，强度最高的。烂！这最强的，最强的，最强的。小二在做十八，是不是啊？一。芒果姐叫我降一下去。哎，你身手好好啊！芒果姐叫我降下去啦。哎，这一台机器，我跟你讲，根本没办法把小哈推起来。对啊。下班十八啦！第二组恭喜我们的夏雨欣。下班，下班。太容易，根本是送你回去嘛。累，我知道。但是你甩不到下班，懂懂懂。来，累是这样，这样叫累。好累，好累，好累。一、二、三。以外呢，全员请上游览车。准备够了吗？玛丽，哟，单身多久了？八九年，不好说。好，少伟哥单身多久？再久也不会超过你。那就是七八年喽。好，那我要说了。什么？玛丽认识你将近两年的时间。是。我很想要问你，
请问你有用 LINE 跟 Facebook 吗？什么？不是，不是，哎、欸，什么？但是这两年我都没练 LINE 和 Facebook 呢、欸。我真的是你有时候有个 Facebook 哎、欸。你有用 IG 吗？我也有。哎、欸，可以这样。你有用 Facebook 哦？可以这样。因为我以这个，我以为这个年纪的人就是。我有，我有。你有，所以就是今天我们就郑重加入彼此的 Facebook。所以少爷哥的生日每年就是我们的认识纪念日，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！天哪，黑猫办了法，我走了，讨厌，这一集是怎样啊？那我要按加入了，请按加入。好。耶！欧耶！哇，恭喜这个少爷哥已经带着玛丽远走高飞了，有人很难过。玛丽终于做出了正确选择，真的。哇，你怎么了？又戴墨镜？因为我戴着墨镜才能承受他们在我面前放闪。我实在是受不了，但他们不在你面前放闪，他们已经走了，他们已经走了，对，怕他们在前面吗？另外一台车走了，走了，这么急，很急，对，甚至没办法，急着离开你了。虽然呢，他们提早下班，但其实我们留下来是有好康的，真的，因为毛波姐，这是假的啦。毛波姐说那个你们从头到尾啊，今天很难得，几乎都有过关，而且过得很漂亮，所以特别过得很漂亮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所以特别准备了一个。开工红包，哎呦，真的有开工红包，难得在这一趴还有 lucky ball， 一块钱，我们等一下还会有抽 lucky ball 的机会，因为他 cosplay 还没用光啊，没有没有，勾魂不 cosplay。抽到那个 lucky ball 的人呢，跟芒果姐进行三战两胜的猜拳对决。哦，赢的话就是6000块，不啰嗦，直接送出去。哇，芒果姐，开心。一个人一个人猜拳猜拳，好，但是我们还是要好好的玩。月亮是给坑坑爸妈。初一十五不一样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哦，芒果姐的脸在月亮。哦。我们等一下要去的地方呢，是这个新社镇安宫，也是即将迎来我们最后一个关卡。这个关卡呢，我们这个地方要看到开张圣王，在开张圣王的见证之下进行我们最后这个部分啦。来，我们要玩的就是噔噔。一炮而红，需挑选一串鞭炮，并点燃，率先炸出过关字样的队伍即可过关，其余输家需接受终极惩罚。没有终极惩罚，就是所以只有炸出过关了，只有一组可以过关吗？绑完会出现两组可以过关，其他的就是终极惩罚啊！惩罚是什么？先不跟你们讲。五分钟。那个炮会很大声吗？会吓死你！就要不要你爆？突然我怕死炮，那心脏病发。那就那样子，就人家在大喊大喊那一种。好，抽了啦！来，抽了。快点，快点！没抽，没抽，后面，没杀，没杀了。别了，开工了，都他们先接，都他们先接。推来推去，怎么可能？拿到 lucky ball 没有？还三战两胜的。对呀。哎呀，丰田丰田。芒果姐会猜拳。猜拳又都是我的。lucky ball 不可能会猜拳的啦。加油，猜拳那个要加油。猜拳那个。6000块，至少留下钱。lucky。一号啊。三号。哇，一个来啊。哎，我们是。一个来，看谁清货。加油。lucky。杀杀。高哥会给我连装到娃娃。高哥，高哥在哦。高哥在摸这个刻度是。高哥刚刚做记号是。在帮我出来啊。我排了。来一个。哎呀！在摸。新兵 Bobby 啊！新兵 Bobby 啊！那这个时候。你们诺哥刚你们随便的随便的你们刚刚在闯关的时候，诺哥都偷偷在跟神明沟通。是啊。是谁二号？我。好了，我们看一下 lucky ball 是几号。No 哥跟你一样是三号。哦耶。好，所以请 No 哥，芒果姐拿出来6000块的开工红包。No 哥一定会赢。No 哥超强的。No 哥加油！No 哥猜拳。你们一句。No 哥平常就一句一句。不要看他。不要看比较。看你用气势压他。要气势压他啦。你一定会赢的啦。没关系，不好意思，这钱 OK 了。气势压他。看着钱，看着钱，掏。Boom。是老婆。啊！靠近一点，你这边近一点，你这边近一点，好近哦，好紧张哦，好紧张哦，哇！6000呢？6000块多少金牌啊？6000哎！妈妈换这位老艺人，老艺人，剪刀石头布。
些好吗？好刺激啊！其实好刺激啊！其实讲一下，讲一下，好紧张。看着他，看着他。还是我们下一集再揭晓。老哥，你跟你跟神明沟通一下，保佑一下。我不急不急。我想一下，我问一下，我问一下，我问一下，开张圣王他会激动吗？不，那个蠢鸡啊！他们大元件坏掉，你来动。好了，好了，看完了。来，加油，最后一把。剪刀石头，出石头，我剪刀石头。其他朋友还是要马上接到最后一关，来发号码一。恭喜各位来到最后的关卡，我们的一炮而红，这边呢有五个炮。等一下，各组就是轮流去选择，比如说你选三号，好，点了，赶快跑。只要炸出来是过关的字样，哎，就可以过关。如果没有过关，终极惩罚等着各位。哎呦，炸弹！来，第一，所以有两组会过就对了。对，你刚刚暗示三号会过关。我随便讲，我没有，我说举例。举例。心理战哦。我紧张，紧张。刀一刀，你们选这个都会赢。对啊。跟 follow me， follow my heart， 我作为一关最强哦。你先选好要选哪一点？因为开张要看着快要爆开了，算是武王嘛。对，五王，所以我们选五号。哎呦，这么简单吗？真的，这么简单。好不好？我们希望这个开张圣王保佑我们。好，所以你要去点吗？嗯，亚洲五王来。冲过去点，然后赶快回来，要不然就会炸到。好啊，亚洲，那你去。亚洲吗？惩罚他？哎，对，惩罚什么？我要先给你看啊。啊，也不用吓吓我，表示我们过过关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他信心，信心，我太了解了。先给你们看，先看惩罚了。了解，我们这次乖了，我们还要惩罚吗？确定，确定，五号。热，还热，真的，刚刚好热。来，惩罚就是猪年就要吃猪鼻子。好恶哎！哎，这超恶心，好嫩哦，好嫩哦。你听听你的笑声，哎，这台湾猪还大陆猪？台湾猪啦，台湾的啦，哎，我是金鱼哥哎，非洲猪，哎，那猪被吃了，鼻屎没有清干净，他那个洞太大了，猪吧，也是他刚刚有说他都没有切，就这样整个这样，妙的，来，请点选择五王，点的就赶快到，神王保佑我，挂挂扛一个，扛一个，扛一个，来哦，五王亚洲五王，扛一个，来来来来来，不会那个不会扎针。推一下，推一下，这样真的没有过啊！过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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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探头，探头，过关，真的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过关，开张五王真的五，过关，感谢五王，耶耶，感谢五王。我看了，你又怎么不能看呢？我刚刚怕丰田这样一转身，然后全部点燃。点点点，开枪是吗？谢谢谢谢。来，恭喜第一组过关，来第二组。赶快给他们，不行的。惩罚他们，快点。来，第二组，花姐、鱼哥，你们要决定。他决定。都不能看那么久了。三号。确定你们？因为我刚刚已经光看到五王，直觉，三楼判断就随便的啦，感觉啦。来，那谁要去点三点？最一季啊！
来，恭喜第一组过关，来第二组啊！赶快给他们啊！不行啊！什么？快点！来，第二组，花姐、鱼哥，你们要选哪一个？他决定，不行，不能看那么久。三号，确定你们？因为我刚刚已经光看到五王，直觉，三种判断，那边随便的啦，感觉啦。来，那谁要去点？赶紧走！点一气啊！不敢点哦。一起啊！来来来来来，我猜三号。三号一定不过的啦，绝对不可能的，武王会惩罚你。黑的，看吧，哈哈哈哈哈！一颗直接吃哟，现吃。很近，你的噔噔噔噔，哇，喜欢的鼻子，哇，这个鼻子，东哥，你的鼻子，猪北鼻，猪北鼻，不行的，哇，要吃完了，好恶的，哎呦，你怎么敢吃、啊？你要看前面，你要把那个鼻子拿出来啊，看前面，你要对鼻子这样，没啦，亲一个，亲一个，你是我北鼻啊，哎呀，吃的时候先吃，吃的时候讲一句祝福，好可怕，好吐哦，好想吐哦，在这里也祝大家诸事大顺。花姐讲个猪年吉祥话嘛，祝大家猪圆玉润。哦，不错，好吃，怎么不吃？你刚刚讲完猪的吉祥话就吐了，它好油，它焦，猪的鼻子一定油啊，焦，天哪，咬不下去，怎么可能？真的，哎呦，哎呦。好，有吃到了，有吃了一款啊，这个给你们带回去坐纪念车上慢慢吃了，好，来，谢谢谢谢。好，第三组，这组怎么好像很太……没有，我们还在组织，我们不知道来着。龙哥，你比较老经验了，龙哥，而且你跟芒果姐是旧事。好棒，珍珠。现在剩下一号、二号、四号，四号，龙哥问神明，开张圣王告诉你，四号，四号，掉门，来，掉门，掉门，四号掉门，过关 ，yes yes yes。如果我要公家大声，因为我刚刚有去天香油钱，哎呦，要不要？背贵，背贵，背贵，一饼，来好厉害，超强！好，所以所有的组别，我们全员进惩罚了。来，我们的猪鼻子等着各位。真的，我今天去哪里买的猪鼻子？因为卤味店它是切板的。哦，这么老还补猪鼻子，好吃嘞！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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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下去，口感，口感。基本上，这个猪的这一块其实是胶质非常多、非常好吃的地方，但是呢，因为今天呢，你们处理的这个卖相真的太差，真的。好，老蒋，老蒋，一路来，下去，我发糖啊！哇，不行不行，一定敢吃啊！咬后面叫了，咬后面，而且它好油哦，你看那个油，好恶哦，甩得出来。你跟他摸一下鼻子嘛，摸一下，你跟他摸，亲一下，亲一下，亲一下鼻子。好粗哦！啊，我也想要被咬。好啊，你去啊，去啊！我也想要被咬。而且你知道猪都说它鼻子去，可是我都没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没有，你可以不要这样子，对呀，哈啦，对呀，因为都是胶质。吃屎的时候我就这样吗？来，下一组，下一组。来，你等一等，小哈哥。小哈，香煎头太极。小哈，你是缺这个太子的鼻子？表舅，表弟，表弟，你怎么打骂我也还认？小弟，你不是跟我说你离家几天而已吗？小哈，怎么还冷啊？像个吃啊，真的是。好笑啊！太适合了吧？小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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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你
薄哎，有感觉强哦。敬业，好敬业，掌声鼓励小哈，太敬业了，帅，好厉害，小哈好帅哦。小哈，你太帅了，太帅了。那么你要更豪迈，因为你是 ending。对对对，要有画面。不是，他这个中间鼻梁还有个鼻梁骨，咬太大力的话，就避开鼻梁骨啊。你三个地方都咬。哦。哎呦哎呦，那有个骚味，好骚的味道。猪味还是猪味？不是不是，这个骚味好像有个新的这个味道，你们一样味道。什么味道？一样的味道。熟悉的味道。我这样。一样，原来是这样来的。好了，恭喜大家，猪年呢都吃到一些好吃的东西。是的，今年呢这个我们开工前呢终于结束了，祝大家这个猪年行大运，诸事大吉。下礼拜同时继续看我们的《综艺三国志》。八点钟大戏，《综艺三国志》。大家唔忙的八点钟旅行，曾婉婷、曾胜来啊！我来！再跟请教授来宾。对啊，这是我第一次来，不要是最后一次。我怎么会今天来？我拜托你，我一直都在。想不到有人要诡辩设立，在游戏里底偷架倒户。赵正平先生，现在全台湾都用放大镜在看。对啊。放大镜哦，手就手，你脚干嘛伸进去？我们是证人，我结婚了。哈哈哈！预备。其实他在倒车。你倒车有半个车。你倒车有半个车。对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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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备胎呀。不过，有人为了真爱，甘愿受尽艰苦。东东哥，你不要。你可以抓一下我的人，因为我等一下还要去拍戏，然后时间已经来不及了。戏很重要，戏很重要。你戏贺啦，戏很重要，戏贺啦。咱要 man 一波，一二三 go。看清楚哦，好，这个是 man， man 一二三，再见。好，来，哦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三秒够了啦，哇，平时。